那我们创办禾麦啊的最原始的原因啊，应该说有一颗种子在萌芽，就是我跟赵一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讲，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最牛的最厉害的电力电子技术转换成产品，然后再卖到全世界去。因为我们电力电子是一个应用学科啊，我们怎么去印证我们的水平能力或者技术是最好的，那一定要得到客户的认可，或者说全世界应用的认可，仅在学校是不行的，学校里面你只能看到样机。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创立公司的形式，然后把我们最强的电力电子技术转换成最好的电力电子产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去，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用禾麦的品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用到我们觉得最好的产品。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成立公司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